唱歌台北，我一人直播，而且多多的小朋友。等一下就要去练舞 go go yo。 我化妆习惯放歌，然后放的歌就是这一首，我觉得十分的有 feel。 对，等等要去练舞啊。再去漂吧，哎，不用等了，就等有活动，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再去把它染回来。对，还有很多东西啊，什么耳机啊，都很重要。我现在练，上次体能完的那个酸痛还没有消失，然后就又要练舞，然后我哥哥也回去高雄要准备上班了。开工了，各位，过年过完了，今天是减，明天开始是减肥的第一天了，要开始减肥了。推荐不要求名牌的话，对，不要求名牌，好用为主，名牌不重要，好吧？所以开工了，大家提醒我，对啊。我今天回去跟妈妈说，妈，我们结束了，快乐的过年，该减肥了。很久没动了哈，不是，就是体能完都会酸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做那个体能，等一下一定又会做。哦天啊，我已经开始累了，在家耍废。对啊。上次的练习还是在礼拜日。谢谢博昌直播的守护灵，谢谢。那下次练习时间可以久一点。贴腿，又贴腿，又贴，又稍微贴一下。你知道那时候做完我是站不起来的吗？而且我一直腿软。不能吃饱了。开工最开心的人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是哥哥？哥哥他说不想回去工作，哎，我昨天一直在赶他回去，我今天也是赶他回去。我就说，我每次都跟他说，就是说什么，我们不能相处太久，不然我们感情会变差，这是真的。
不能相处超过一个月，我觉得差不多两个礼拜是极限。两个礼拜是极限，两个礼拜不能再多，就是他跟我相处两个礼拜就一直黏在一起两个礼拜，我觉得黏在一起的人太容易吵架。我给你们看，我昨天带我哥哥，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就是我跟我哥一样分隔两地，就是一样他在高雄然后我在台北，然后我们分开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跟哥哥的相处就是我在外面我会比较黏他，然后他在家里他会比较黏我，是这样子。就是在外面我可以跟他装得很好，在家里都一样。所以你怎么评价哥哥锁我机？哦，我给他锁回来了。他很好笑，真的很烦耶。我跟你看，我昨天带他去剪头发，把光调暗一点。你看，这个是烫的头发。我那时候想过带他去烫离子烫，然后那个设计师跟我说什么，哦，有什么纹理烫可以烫，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了一番。我说，哎，这个头发还不错。然后我就带我哥去剪头。你看啊，他原本不是长这样，他现在是长这样。我给你们看他之前前几天是长这样。他前几天。前几天他的头发还是像这样，还想直直的。我给他唱那个真哥，我哥哥跟我说啊，不可以跟他们公布真实答案哦。我好想说哦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，他说反正他还会长高啊。他只是很久没剪了吧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头发都很多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我们家头发真的多。我那天去洗头发，然后那个帮我洗头发就跟我说，你自己一个人吹头发吹很久吼。我说我都包很久才吹，真的是每个地方洗头，他们都会说你应该要吹蛮久的吧。身高是印象。好啦，我讲啦，一，抱歉啦哥哥，168.5。音乐刚好没了，有点小尴尬，真的在这不得。我那边拍很多照片给你们看看，我还没有配音。哥哥视角，给你们看，这是我妈妈拍我，我在看 我哥哥花。啊，等我上音乐。它怎么一直变亮啊？我不懂。不可以这样，怎么不等哥哥剪完头发再去看？没有啊，那个时候没有，我那时候是临时决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没想过要去烫头发，
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因为那时候他那天来住我家，然后我就说，他一直在讲他的头发怎样怎样，他说要不要明天要不要剪头发，我说去啊。然后我就那时候晚上很晚，八九点，我打给很多理发店都关了，然后我就想要预约隔天去。然后我跟姐姐跟妈妈讲，她说你帮他付钱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我会帮哥哥付钱嘞？然后我就说没有，他还请我洗头，对，他还请我洗头。好啦，我再看一下发嘛。最后回去成对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时候临时决定的。牛屁牛啊！你要听。很好笑，原声音响。不行，他脸有转过来。有下其他没？对，并没有。互相请客。我刚刚回在北车，我带他去北车，我又请他们吃饭。我那时候自己说，我说蔡全叔的付钱。他就拿着我们账单，然后蔡元叔就付钱，我自己提的哦，结果我自己输，一局直接输，谢谢，我真的不会猜拳，各位。对，你们都猜一星零以上，然后我给他看，我说他们都对你很好哎，我记得有谁啊？记得 Mina 跟柏林，好像都猜蛮高的。我们自己直播出道，不是自己直播知道就好了。发影片。跟我发吧，我觉得太对啊！你们的素质都给的很高，对啊，我哥都在说他穿鞋一七零啊，他自己本人是这样自称的，我是不知道本来是怎样。我看完那个什么《东京复仇者》，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他可以再做的更好。等一下啊、哦。是我哥推荐我看，但是我其实说实话，我不是看得很懂，没有看得很懂。最近啊，《僵尸校园》他们其实我没有很想看，之前跟家人看了几集之后就觉得还蛮普通的。可是我哥他们就直接看完了，也没等我，然后我就不看。国际闯关者，好啊。Netflix， 好哦，好哦。我记一下，不然我会忘记。华灯第三季，这个名单里面你们看多少了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名单哦，《东京复仇者》看完了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会长，就是一个会长跟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也看完了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You and me are thrifty, so go all you can eat.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. We
不会拿捏距离的阿波同学还没看，刀剑神域是想是还想继续看，但是其实看完大家不要给的太赶，我看不完。这么短时间能追这么多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有时候会跳着看。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那种什么主角啊在谈心事啊什么有点无聊的片段，我就会快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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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我在直播，他说你想加入吗？我说我不要，我是恶魔。你这小可爱，不要，我给你们看那个啊 ，M&M 的颜色。然后绿加蓝会变黄，黄加红会变橘。还有什么？怎么加什么会变紫色？不知道先哦，对，我又在问问题。我跟你们说，
家红配绿，我不知道啊。皇家黄不会变紫，我说皇家黄。阿可，帮我帮笨蛋，皇家黄会变颜色吗 ？Hello，Hello。哦，红蓝，红蓝加变紫。我要跟你们讲一下，我就是我哥哥，他在旁边看我直播，他说我感觉你直播好像就像在查 Google 一样。我说查 Google， 我说你就问很多问题。哎、啊，我这小孩没，嘿。被猫猫说是笨蛋，不是，就算再笨的人都知道，黄色加黄色不会变颜色啊。这个问题就是凌晨几那种感觉，凌晨一会变什么啊？凌晨二会变什么啊？凌晨五会变什么啊？零一晨哦，不是零一晨，就是小孩。加什么变 gray？ 嗯，白加黑吧，白加黑会变灰啊。有人已经说 gray 了。灰色的英文。猫猫有没有三体同学学妹？没有吧？我身边的人没有喜欢。没有喜欢日本女团的，都是哈哈妹。很多女生朋友看毕业有去参加那个，就是你们可以在西门看到的那种 cover 舞团，就那些在西门跳韩国舞蹈的那些人。里面有些有我朋友，主播今天很嗨啊！我从刚刚就开始嗨了吧？就你这样也能当直播主？我又不是当直播主，各位，我的本业是偶像，是 idol， 不是直播主。如果我是直播主的话，我的直播间就不会一直是长这样的，对吧？想当初，之前在审核阶段那时候的直播才叫直播主，因为那时候根本就 不知道是个偶像，那时候就专心做直播了。天使团，各位，天使团你们都不知道天使团有多少人，有哪些人吗？有直播间就是游戏有吗？我直播很少玩游戏吧，根本就没在玩游戏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看到游戏的画面，所以就不怎么想玩，就是要看游戏的画面才有趣啊。打游戏也没用啊，就只有我啊，你们嫌弃我，你们想看什么看啊，看啊。
说连游，刚刚是谁说连游戏也没有？是谁？哦，阿口，手下画面太小，哈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以后会有很多吧。我看到卡拉木须。很麻烦的嘛，既然要先点他的名字，然后再点管理，然后再选择踢出直播间，然后一个不小心可能会按到永久踢出哦，永久踢出就是你必须再重新办个账号，你才能再进来直播间喽。这两个光，哦，你们看，懒得踢人。那时候 我回高雄的时候，我爸爸还说：“啊，你之前这边的字都点掉了，然后你又再去用一个字，然后你又再去用一个字，这是字不一样，长在嘴边的字跟长在眼下的字不一样。”他不懂，他不懂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对。对，你要再重新进来就已经很困难了。你都不懂。谢谢 VLOOM 上的香槟粉色特别版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大气大气。谢谢 VLOOM。可以点在额头说这是第十，哼 ，funny， 真有意思。这边是对啊，不一样。这人歌觉得不太。哎呀，可乐王的枫叶，今天是一小时。谢谢小爱的浪漫玫瑰。我觉得眼下的字不觉得很有。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？别交换半日夜，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。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岭跟我伴归恋。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，听不到叫人哭出来的不行。对啊，谢谢 Alex 处理的浪漫玫瑰。
中的黑眼，也飞过去老远，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，跳一天。哎，突然的爆竹。谢伯承的非你莫属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没刷到，谢谢伯承的爆炸，小玉的爆炸，感觉你越来越正。Oops， 多么巨大的夸奖！本来嘛，女大十八变，我相信我以后越变越漂亮的，各位，等着啊，等着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以后做久了，你们就是我的老粉了。嗯，我就不会记得那些新粉，记得你们这些老粉。小心啊，注意啊，各位，要炸起来了！一滴酒寒暄，来自目光的明信片。他无声无噪言，翻过山林跟我扮鬼脸。炸你！我说要炸起来，又不是你们炸起来，是我炸起来。每一瞬间都很绝，过去的秋月是孤独的修炼。VTuber， 不要用 VP 哦。不会找人找，可那些建议那天亮的风暴，弄红了双眼。他帮你裹粉吗？什么裹粉？不用，直接炸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各位各位，可以连 VP 都不做吗？但是不一定要露脸啊，他也只直播游戏。哎，如果我做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直接说，我应该不会直接宣传，我会先偷偷来，先跟哥哥偷偷来。然后真的做不起来的话，我再宣传。可以连 VP 都不做吗？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吧？不用偷偷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想告诉的话，我就会告诉你们。我说啊，其实我有在哪里哪里这样子。当然不会是现在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还要去多看一些别人。那他其实是我啦。偷偷来会找不到你。是要让你们找不到我。时间很快，啊！你们就让我想的是怎样，我就是你们，你们要我怎样，我就不想怎样，那种就是叛逆人格，好吗，各位？欢迎你们！还是去玩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每天看的那个神秘，我就喜欢你叛逆，对，对，你们越要我怎样，我越不想怎么样。表面上顺你们的意，私底下，嗯。
一下，休想管我。电话那我不想要你喜欢我，你我也不是，我也会看看情况，好吧？也不是什么都不顺，就是如果我很坚持这个想法，那你怎么说都没有用。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还有更好的，就是更好的方式，那我也许会听别的意见，但也不一定会采用。担心我干嘛？大学如果用声音认出莫有奖品吗？他说我应该会否认哦。说哎，你是那个李梦辰吗？我说他谁啊？我说他谁啊？我说只是声音很像吧。现在默默讨厌。好啊，没问题。猜到送订阅，送订阅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可以，我那时候也说我的声音很明显，然后要不要买变音器？然后说这样要买的东西太多了吧 ？YT 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其实每个声音一定都会有一点一几个相似的人，是真的。六支香槟，别的地方也有香槟吗？白羽，真假的？没听过。Selfie， 娜娜娜娜。有免费的干嘛偷？哦，有免费的。大气大气，不会，我之后就不找大气大气了。你们不要在那边用我的惯用语，大家会说什么？我妈说什么？可能会有什么惯用语跑出来，他们就会猜出来。没有惯用语，我这样看起来发质很好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试试看呀，那光泽你看。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，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？三年持续着努力，小气小气，我下次就说小气小气。梦敢天下去，誓言继续，因为我昨天有洗头，那就给他们洗。好啊，没露脸就出错，你看李梦辰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看起来还蛮柔顺的，还可以了。多多参考，现在。那我还要先处理网路跟桌子，这边摆一个桌子。这个高度要适合再低一点，比我的化妆台再低一点，还再高一点。再量一下这个高度，然后还要再放一个网路。你跟现在很多的那一台这样。奶奶什么奶？你说很奶吗？那我可能会做偶像做到30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要跟我回去高，要跟我回去高雄。哦，奶啊，不可能。我是不可能会的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这什么方式都可以，但我绝对不会靠这种方式。对，
是太不符合我的风格了。对啊，不用一直跟我提那些啦，我绝对不会那样的。谢谢02的香槟。我走一个搞笑搞笑风。蔡健不是问很多人问，有啊，我哥昨天在那边憨憨呆呆说，哦，你是不是穿反？塞奈啊，塞奈我也不太会吧。啊，我要做。光颜的就会赢了吧？我不这么觉得。这么多漂亮的女生，好不容易打不过就跟哥哥撒娇，再说吧。走，那找明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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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小熊又是谁啊？我真的没有在关注台湾的主播。有完整的 NC 为主，游戏为辅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就是要游戏为主、欸、，NC 为辅。游戏直播是你是吗？很多吧。他们封城位太长了，你们就是喜欢，就是因为你们会喜欢 AKB， 是因为你们喜欢一个 real 的风格，对不对？就是喜欢 real 真实、清纯这种。现在习惯跟你这样 S 脸的，提问 S 脸是什么意思？人安静时，这样讲话动作又搞笑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种。不是技术台，不是没有，偶尔如果玩的厉害的游戏，如果找到我玩的厉害的游戏，是可以走技术主播。但我就是要走游戏，我干嘛还变成开直播，然后又是这样子讲 MC 哦？这样不就跟现在差不多？然后偶尔玩游戏嘛，不行，就是要我去游戏圈，那是因为你们喜欢我，所以你们才会这样子觉得，真是不容易的、啊，各位。游戏哎，对，听说游戏直播就是有中途有出广告，那个接那个广告好像蛮多钱的。Tier 一的脸，好 ，Tier 一是什么？听不懂。是边玩，对啊。所以就是游戏为主，说话为辅，不是吗？游戏不一定要很强，对。但是我是希望就是也能做到很强。嗯。而且我那时候还想很多，他说：“那这样应该蛮健康的吧？因为如果直播时长很长，因为我直播习惯一直喝水，如果……”直播时间很长，我觉得喝很多的水。我还想到这个，我们多喝水。那你们想哦，我在家，如果我在，比如说我在家一整天，这个大概这个水量，就刚好是我一天的量。但是如果我直播，我可能喝2到3杯不等，
而且是一个半小时内。对对，接工厂，户外台。他们主要是广告哦？是吗？我以为是粉丝送礼物。逃出金城，我觉得我不想再玩游戏了，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而且如果同一关卡太久，大家也会看腻，所以我觉得建议是游戏先玩过一遍，先偷偷玩过一遍，然后现在 PM 的爱你的公式，然后你自己在直播玩游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玩得很顺畅，然后大家就哇，他好厉害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对对对，小计划，小计划。可是你很少跑去厕所，因为我通常都会想说，站一下，再先站一下，站一下就结束，所以我通常下播后就会直接去上厕所。Real， 那种聊天室人够多，你卡关他们搞啊、哦，就不要蕊过一次还过不去。OK， 两人拜拜。椅子是真的有料，椅子是名字吗？那靠哦，好吧。你说没关系，你不用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又说，但是椅子是真的很有料。那你提屁提呀、啊？你提什么提呀、啊？你把自己当个人主页在发文了。谢谢刘建谷的浪漫玫瑰。哦 ，Toys。Toys 你们谁不知道、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不是跟你们说，我之前国中的时候很常玩那个英雄联盟，然后那时候也很常，那时候高中也很常，那一段时间有在玩。然后我最喜欢看丁特跟 Toys 的直播，我那时候是有在看的，但之后就没有在看。我比较那时候是觉得 Toys 长得蛮好看的，所以才看他的直播的。嗯，因为那时候还在 FA， 然后那时候比较少看 Toys， 因为就只是觉得他长得好看，然后比较喜欢看丁特，因为丁特很好笑。现在不看英雄联盟。新闻这么多才会多人吧。最喜欢看丁特甩键盘敲键盘，以后换我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长久做下去，我觉得会有那种疲劳感，玩久了就不想玩。越负面越红，他们可不想念
后不想念。做什么都会对啊。我也是觉得慢慢规划，慢慢规划好。我真的很可爱，我可爱吗？我觉得我感觉我比较像漂亮。漂亮的路，自我保护。然后那个圈子也有潜规则。谢谢你夸我的耳朵。对，还有很长的路。哎，我的手好像比脸白。漂亮，好，谢谢，一点点吧，一点点。一时间容易歪了想法，哦，对对对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脸是漂亮，我说卡通，各位就是一般的耳朵，是一般的耳朵。啊，滤镜拿掉了。问你们那么多干嘛？你们也只是观众而已，对不对？招风耳不是很大吗？我不大哎、欸，他都跟我鼻子一样。我是觉得你很聪明，一点点吧，一点点聪明吧。绿拿不了，对啊，苏嘎，苏嘎，没有绿镜啊，你还会有绿镜？哈哈，这是嗨！你要记得，流量就是观众，我知道啊。我说，那你们也是观众，也不了解内幕，对吧？我是时候要去交一些实况主朋友了。有推荐的实况主吗？我去跟他交朋友。聪明啊，各位！那搞不好遇到一个还不错的实况主，带我飞。到现在当红实况，直接带我起飞。保护我，想多了。我觉得做 YT 不太，现在已经不太能自己做，自己做出不大，这重点应该就是要找一群团队比较好做。有人帮忙想起，对，真的。外面是个蛮难的工作，我觉得。韩文什么韩文？
不太想牵你。带有独特性，现在太多哦。对，对对对对，要节目化，非常需要。以前的 YT 就是那种哦，分享自己个人的那种，现在节目越来越多哎，各种主题，想看的都有。真的，我也不懂。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我之前也是想着要，我那时候小时候啊，小时候很喜欢演戏，小时候比较喜欢演戏，然后也很常看这群人。我以前的梦想是啊，我要加入这群人。特别大的网点，对对对。你们有看这群人的新年影片吗？他们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团队，我觉得。看哪个团队好，我要加入，我要加入那个，我要加入什么？以后组一团那群，那会被骂爆吧？被这群人的粉丝骂爆。消失在人海，后来。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再重来。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，四个人，四个人。大无语，四个人，他们都还是小女孩耶，他们还太小了，没有办法跟我一起闯天下。我觉得伯乐以后要跟我走的路也不同，我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哦，我也是小女孩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也是小女孩。对耶，你们都忘记了，你们不提醒我，我真的会一直觉得自己已经长很大了。突然吓到，哎，我好像也还小。可是换个角度想，好像我也不小了。还是你要大美女，小孩跟大美女也是没有什么差别，小女孩也可以漂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都已经被人家叫阿姨了，还小女孩，我侄子都叫我阿姨了，叫漂亮阿姨。你还小，你看，那你怎么不看看彩洁？怎么不看看罗瑞婷？怎么不看看那些小孩？伊木宁，伊木宁，对啊，我侄子很可爱，给你们看我侄子，看一下，我之前有拍他。姐姐。你看我侄子，姐姐，什么样的姐姐？美女姐姐啊，美女姐姐，他叫我美女姐姐耶，他叫我美女姐姐，好可爱。帅帅侄子，帅哥哥走了，帅哥哥。然后我哥哥叫帅帅哥哥，我叫漂亮姐姐，我叫美女姐姐。怎么样、啊？没有，因为他只要一不夸我，他只要一不夸我，我就烧他一样，烧到他叫我美女姐姐为止。
可爱吧？没有，我会收它，它很怕痒，它很可爱。我姐跟妈妈说了，真的。哇，你以后可以跟着你儿子一起养，你儿子以后说爸爸，我们今天去看什么？你可爱的咕叽咕叽。好，念牌了。谁呀？第三名博成，第二名流浪人，第一名 Film， 谢谢大家。所以那个女儿也上上来听听 ，OK 啊，可以啊。各位侄子们。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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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